越南、俄罗斯、印度、柬埔寨和中国的阅兵对比，中国军人霸气震撼，各国的阅兵式展示了各国军事力量和军事风采，也展现了不同国家的军人素养。而中国的阅兵仪式尤为引人注目，每一次举行都让大家翘首以盼，雄伟壮观、整齐划一的队伍将中华民族的自信和崛起展现出来。阅兵场面令人震撼，整齐划一的队伍、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无不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威武雄壮，整个阅兵式都充满了对民族复兴的坚定，也凸显了中国军人的军事纪律和训练水平。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阅兵特色，展现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和风采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。第一个是越南。第四个是柬埔寨。
第五个是中国。大家看完这个视频之后，对各国的阅兵文化有什么不同看法呢？阅兵式不仅仅是军事展示，更是国家强大的象征。每一个国家都通过阅兵，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形象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国家实力和自信。不同国家的阅兵式各有特色，展现了各自的国家风采和军人风度。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，我们下期再见。